妈妈。今天是3月5号，星期天。今天拍摄第三天，还是同样的时间，8点钟 call time。现在的话是多少？7点半过了一些。还好吧，星期天不塞车，所以的话会能准时赶到。这几天都其实比较气温比较低。昨天虽然有不是在山上，但是没有太阳的时候还是蛮冷的。然后我还好，我穿的长袖。那其他的演员、运动员的话都是短裤短衣，就是哇，特别冻，等于说他们冻了好几天了。然后今天又有点点，现在飘一点小雨，所以也多多少少会影响一下这个拍摄。希望待会呢就不要再下雨了，然后各方面都顺利吧。今天可能要拍到9点钟。这个伞多好玩，全能扣下来，扣住。下雨啊，等雨停了。靖北，我们的领导书记。妈妈，杰克。导演。Action. Rhythm.Jack. Okay. And action. You.半天在这干啥呀？干什么吗？我看。Okay, let's end.
Also, let's get a wild line from Holly. Oh, okay. 要走了，救命了！被折磨的可以了，是都是折磨，不是我折磨你吧？就是你自己，太凶了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Let's back up. Get all of your my knife. 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大家，辛苦了，杨文。